在今天呢，我们一起在这里，用最敬重跟惋惜的心情，来纪念对台湾影响最深的本土的心理学大师，也是对台湾民主化有卓越贡献的杨国书教授。那么，杨国书教授一生致力于在台湾心理学的发展，那么以及华人心理学的研究，他对于西方的心理学的观点有相当深刻的反省，也为台湾的心理学社群开创了很多重要的先例跟典范。因为他的努力，促成了许多跨领域的研究跟文化的交流。那么杨老师的著作等身也主编了两套丛书，将西方的思潮的经典引进台湾，这些书至今仍是影响新兴学子。那么杨老师一生春风化雨，诲人不倦，充分地展现出公共知识分子的风骨跟典范。他不论在任何的岗位上或者扮演任何的角色，都致力于民主理念的推动以及人才培育的工作。他一生退而不休，对台湾社会各个层面都有很深的影响。我今天在这里特别要代表国家对杨国书教授这一生的努力和奉献致上最大的敬意跟谢意。杨老师的精神会永远留存，时时地提醒我们，自由跟民主得来不易，我们必当珍惜捍卫。谢谢，谢谢大家。